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欢迎欢迎。哦，都想你了我。来来来来来，太棒了太棒了，欢迎两位来到台南的关田。哦，关田，对，是关田。今天就是有没有发现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？我正要问你，怎么比较 lonely 的感觉？就是我必须要跟观众还有你们讲一件不是很开心的消息，因为肯纳他不小心受伤了。受伤？对，所以接下来这个他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体验我们接下来的旅程，打工之旅。哦，对，因为就是表示说我们就一定要好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对对对对对，因为有这个健壮的身体你才有办法来打工。对对，你才可以了解这些职人的精神。因为我之前有查过你们的节目，在肯纳受伤，以前李元哥也受伤。对，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接下来换我？那个没有，我不想这样讲。我上一次来就是跟一哥还有肯纳，我们去采那个玉兰花。哦，就是我原本以为就是真的所谓的走马看花，就走一走，就是在旁边捡。没有，我是爬三层楼，实际的行动。对对对对对，完全不是一件可以小看任何一个职业的一个节目。像你们后来也不是去山上去采竹？对对，真的是竹林深处、哦，竹子是不是。上山下海是在所难免。对，但有时候可能还要一些冒险的行程，或者像我们那时候不就采一些蜂蜜吗？哦，对对对对，就真的像养蜂人一样，全身穿的那种防蜂的装扮，可能真的要把这个自己的冒险的心要再提起来一点。对，这样听好像就是蛮硬的，然后蛮冒险的。对，所以你的那我今天我就先没有没有没有，谢谢你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基本上你入境了就没有回头路了，是这样吗？不能走啊。对，好，已经上了船了，脚都踏上去了，就没有那么容易下来。OK， 船已经要即将，那我们就要先停在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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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办法，慢慢在离岸当中，没有问题，你要想。就是说，不要会觉得是很害怕，因为我们现在都还年轻嘛。对，对，也是年轻，也是我感觉有点心虚。我喜欢，心虚。像你们年轻的伙伴加入我，我感觉我自己的心境也会变得年轻，热血。我们要去想热血一次，我们要去了解在地职人的专业，对，对吧？对。透过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自己也会成长了很多，对，对不对？所以不要想什么危险，而且这些在地的一些专家或职人，他一定会帮我们做好一些安全的措施。哦，对，你只要有一颗热血的心，好，对任何事情抱有好奇，这个节目一定可以让你收获很多，而且透过我们视角，让观众看到更多，当做学习的一部分，没有问题，好吗？可以放宽心，用心去感受，好，就这么确定了。好，说好了，不能反悔了。说好，好 ，OK。现在正式由我们观察敏锐的齐军，好，阳光活泼的军伦，以及我这个还健在的老司机，我们会好好照顾你，我们会好好照顾你，我们会保护你，对，就是带大家一起展开这次的那个打工之旅，型男打工团确定行程了。你们好，欢迎你们来参观。这个是八田技师他盖这个乌山头水库住的地方，也是他的故居，很有名的八田鱼。对对对，他们那时候一家人哦，他们有十个人，然后就是都住在这个地方这样子。这边全部都是木头。这边的话呢，是西拉雅国家风景区，它花了1亿2000万，然后重盖了四栋历史建物。它是请日本的技师，还有台湾的技师一起合作，然后呢，用之前的工法，像你摸这墙壁是竹边夹泥墙，对，竹边夹泥墙，竹边夹泥墙，就里面有竹子啊，水泥这样子混在一起这样子，对对对，增加难度。以前这边的宿舍群只花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68栋房子。然后这边是有234户，然后2000多人住在这里。我们可以不用出国，就可以感受一下日系的风格。对，对假装就想象自己超想讲，初めまして，讲日文。大姐怎么称呼？我是乌山头水库风景区的那个导览员，我叫丽君，你等下叫我丽君就好了。好，丽君，那麻烦你带我们参观一下吧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往这边走。小心头哈，因为它这个房子都是照以前的工法，所以门槛都会比较低一点。好，那我们进来这一间呢，叫做夫人的工作室。八田他夫人，
对，外代树夫人。那为什么这边叫做工作室呢？就是因为你现在看到的所有的物品，包括柜子啊、梳妆台啊，包括这个手摇式的缝纫机，都是宿舍群盖好之后，然后日本石川县金泽市那边的人捐赠给我们的。我们一定要这样做。你不觉得到榻榻米上面就应该用柜的吗？其实这个是一个被自然反应。对，你不太可能会去那种盘坐就乱坐，你就被文化所驱使。所以你要抽筋，不习惯。才一下就抽筋，小心妙啊！你没筋太硬。慢慢适应。我是第一颗镜头，他就这样。抽筋。好，那我们就准备往下一个。要一定要一样。对。来，进来。我还在感受那个八田夫人她当时这个氛围。这一间呢，你可以发现，这个、不用介绍，很明显。就是用来泡茶用的，不是，它是、這個、很明显就是烧烤，那是暖炉，烧烤不是烧烤，是暖炉。这个烧烤、欸、也可以耶，對不對？其实它这个啊是日本哦，他们移动式的暖炉，也是他们捐给我们的。哦、那其实。在日本来讲，这个东西也很少见的，所以有些日本人他们来参观的时候，看到这个，会很惊讶，就说哇，这个东西怎么在台湾还可以看得到？移动是整个是搬的，对，它就可以移动，有它设计的巧思。嗯，那这个房间的话比较小间，这其实就是一般的客房或是佣人房。以前那时候八田夫人嫁给技师的时候，其实夫人的爸爸妈妈也担心夫人这样子来这边啊，然后没有人照顾，所以有请一个女佣过来。接下来进来这个房间呢。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哈，这个房间其实它是一个餐厅，旁边这里就是厨房、浴室跟厕所。嗯，我们这个餐厅它摆的这个东西呢，它是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因为这个故居啊开幕之后，然后金泽石川县那边他们有一个轮岛图的一个漆器非常有名，而且这个漆器是八田技师的亲戚，他就特地捐赠了，这整组价值大概100多万左右。对，那上面这个图案啊，是八田技师他们家族的家徽。家徽，对，日本很多家族都有家徽，而且你看这个东西，就是那种高档餐厅的饭盒啊，有没有？比如说你去吃日本料理，有些海鲜冻，下面是。没有，其实他们这个漆器的话，以他们日本来讲的话，平常不太会拿出来用，是过年过节的时候放年菜的时候才会拿出来用。对，所以它这一层一层的这样子，而且这个漆器它可以用很久，不会坏掉这样子。是不是好想要有一家？自己设计就可以，孙，有没有？对，一个孙这样，人家就以为是那种悟空。对，加油加油，有抄袭的嫌疑，不会啊。对，好，那这个都是哦，这整组都是漆器这样子。Okay. 对对对，一般不会拿出来用。然后再往前的话呢，这里就是客厅了。哦，这里是睡觉，这里是客厅。对，那如果客人太多的话，拉门打开，那里也可以当客厅使用。不够睡的话，这里拉门打开，这边也都可以睡。榻榻米，他就这样，对，打地铺，他就一盖就睡觉。其实哦，你会发现啊，这个日式的房子啊，它你们刚刚看到的都是只有壁橱。对。它这个客厅跟其他房间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你看它这边有一个凹进去的壁龛。壁龛，对，龛是神龛的那个龛吗？是那个龛，在一个龙。但是他们的祖先不会放在这种地方，这个地方就是把主人他的精神象征就会放在这里。如果以前的这个家里人是剑士的话，他这边就摆。哦，就一组剑士。对啊，如果对啊，如果家里人是那个商人的话，怎么会摆个算盘之类的？那这边的话，你会看到它前庭后院嘛，后院的话，这个水池啊，你会发现它像一个什么样的形状的水池？因为八田技师他们下班都会过来坐在这里，然后喝茶、聊天，然后看着水池。这个水池长得就是很像，它其实是一个台湾岛形状的水池。哦，台湾啊，对，是那哪里是北部啊？右边是北，然后左边是南。啊，对了对了对，没错，韩籍啊，他们既故意把这个水池设计成一个台湾的样子，而且这个水池那时候还是以他大女儿。画的那个台湾的形状去做的，这个一些石头啊，吼，像喷水的地方都有特殊意义。像喷水的地方就是现在日月潭的发电厂，像另外那一边比较靠近桃园的桃园大圳，也是八田技师他来台湾第一个完成的大圳这样子。哦，嘿，那我知道了，那这个这边不是有一些像断崖的吗？就是花莲的清水断崖，因为我们水库哈盖好之后的那个大型机具，后来呢就是搬到花莲港。哦，这不是纯粹的庭园造景，它是有，它还有一些刻意设计的。
这个是那个送水站，旧的送水站哈。你看到这些设施啊，就是水闸的设施。这是当初到现在都维持得这么好。对，都还在使用这样。这个是我们送水工作站的站长，好，站长你好，你好。那等一下就由他来跟各位介绍这个送水站的整个运作的过程。哦，这个送水到现在都可以把这些水灌溉出去了。对，还在运作。它这个完成在1930年呐、啊，就是1930年，民国19年。对，那时候八田技师他最主要是这个就是最主要就是放水功能。啊，当初设计这个就主要都是农业灌溉用水。对，农业灌溉。嘿嘿，啊，我现在示范给你们测一下，像这个叫泄压法，它要把管内那个压力先把它泄掉。是是。好、哦，我先把它开一下来。哦，来，再来这个叫辅助阀，这个辅助阀要按照顺序的。对对，它有一定的 SOP。这个左如果往下才是开哦，它这个是颠倒的。辅助阀就是类似我们的动力方向盘。哦 ，OK， 它这个用水的力量冲击这个，然后这个才是主阀。这个交给我们就好了。用这个方向。好。真阀。哎，对，来。很重吗？有一点重量。你试试看。可以，来。可以啦，可以。哦，这样很像在驾驶那个轮船。对对对，是那个左舵带动这个一个传动轴传到下面去。这个是关。没有，对，它这个哈，这刻度是1公分、2公分、3公分，你现在开到7公分。对，我们现在开到7公分。哎，对，7公分。哇，上面好像有在飞，好像有声音了，出去了，好的。来来来来，军人试试看。看你。哦。很沉重哈、哦，对，很重，还好啦，因为有辅助。哎呦！再来，哎，要到7公分的，这7公分，这是在6公分的，再来。哇，那个太夸张了啦！哎，很会耶。哎，好 ，OK， 好了 ，OK， 好，太扯了吧？注意看外面，这很壮观哦。哇，你看到外面有没有水出去啊 ？OK。哇，哎，我会害怕哎，太扯了啦。现在大概1秒钟，大概有5吨的水了。1秒钟5吨，好，到5吨的水。哇，以前就可以设计到这么壮观的东西。对，嗯。哇，太强了。这样放要放多久啊？要看那个水稻或是植物的生长需要的水量，每一天。不，它不是随便开的啦。每秒钟。5吨，五吨，每秒5吨的水出来，5000公斤哎。像这样，我们要大概要开3个门啊，3个。对，然后再三。我们继续开是吧？对。三个一起拍了照，我在拍照的时候虽然要摆出那种浪人无畏的精神，但是我非常的敬畏，对，因为真的在旁边是会害怕的，你可以感受到那个水的澎湃，真的，而且自己也瞬间变得很渺小，没有错，对。那最后要谢谢丽君姐的细心的导览，让我们了解到八田雨衣，你看80年前盖好的。到现在都能用，对，功能是正常的，完全 OK 的，而且因为我刚刚看到我是。心疼台湾的水资源，但是前阵子刚刚有询问过站长，乌山头水位现在是满水位。对，之前是好像很低，水位很低，然后大雨来的时候，所以现在知道水的有多重要。对，也要感谢八田雨衣给我们这个台湾嘉南大军这边灌溉很好的水源。对，最后再谢谢的导览，谢谢。要打工了，好 ，OK， 今天我们是第一次组成这个型男打工团。嘿，最近台湾不是有振兴券吗？对，猜一下这个谜底，我们就等一下要去这个地方。台湾民谣，台湾民谣，这我没听过，我也没听过。这个，好，那我直接得分。你们真的没听过吗？真的没有啊。我们俩花这串儿啊，彩虹铃，啊彩虹铃。得呀的郎有情，得呀的没有情，就好像彩虹铃也是同日生啊，我俩一条心。谢谢。没错啊，没听过，怎么可能？有啦，很小很小的时候，今年贵庚？今年27。
我有正当理由，因为我都在国外。啊，你有理由，你回来很久了。你没有听过爸爸妈妈以前小时候心情好的时候？我阿嬷应该有唱过。应该听过吧？那哎，这个算他们没有猜到，这是我猜到的哦。一个是没听过，一个在国。是一起的。没有哦，没有，只有一张振兴券呢。好 ，OK， 我就猜彩虹铃，赶快去下一个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。走。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，跟着我们一起远离都市，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，赶快订阅。请问今晚住谁家频道？记得开启小铃铛哦。